战中，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官兵热情迎接的是曾参与823战役的老兵们，在60年后一起重返金门战地，为的是在823这天缅怀牺牲战友，共同纪念823战役一甲子的光荣历史。823战役60周年纪念大会首先在金门防卫指挥部晴天厅举行，由国防部长严德发主持，典礼庄严隆重。回顾823战役期间，金门地区以1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土地，在44天里承受共军发射47万多发的炮弹，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落下了3200多发，这是一个令人伤痛的过往。当年因为有各位不惧漫天炮火，不畏牺牲戍守前线，奠定了中华民国生存发展以及安定繁荣。全军官兵必定总武前嫌，效法当年军民齐心浴血奋战的史实，持续精进各项建军备战的工作，以高度的信心跟决心强固国防建设，永远捍卫国家跟人民的安全，为区域和平稳定贡献心力，让823战役的光辉历史永传后世。纪念大会结束后，严部长转往太武山公墓主持公祭仪式，向阵亡英灵上香祭祀。参战官兵、彝族代表手持鲜花，伫立烈士墓前，感念60年前同袍英勇奋战、壮烈牺牲，用生命换来如今和平繁荣的社会。父亲最喜欢的诗人是陆游，这位南宋爱国诗人陆放翁曾经写了一首诗给他的儿女，最后两句是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勿忘告乃吾。我们会告诉父亲的在天之灵，在60年以后仍然记得这些金门的战士，他们的勇敢和他们的牺牲。其中一个老兵是，我父亲受重伤的时候，他正好在旁边。他说他亲耳听，我父亲那时候受重伤，全身都是血，他特别讲，特别听到我父亲说：“你不要管我，不要救我，赶快去备战。”我现在讲这个意思，不是说我父亲多了不起，我是说那时候完全就是。我生则国死，我死则国生，没有国哪有家，所以，年轻人要多多知道这一段历史，因为没有823炮战，不会有60年来的一个成平的时光。我们有19位的阵亡在这里，还是那个看一下，所以感慨万千的。他第三天、第四天都没有油了，还是在战。我们希望呢，我们年轻人还是有作战的精神的。纪念大会前一日，国防部在金门县文化局演艺厅举办纪念晚会，邀请823战役战友、彝族代表及金门民众约800余人共同欣赏演出，精彩的节目内容传达当年金门军民挺立前线，抵挡无情炮火，誓死为国的大爱精神。我们今天晚会很精彩啊，这个都是以前我们在这个比方讲这个军队里边闹军啊，今天很精彩，比以前还好。我们回忆到当时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这个很感动啊，讲不出来的感动啊，所以比较谢谢主办单位的这种的欢迎啊。节目内容啊，让我们非常的欢欣鼓舞啊，非常的感动，然后怀念到以前的这些823参战的这官兵的精神，让我们啊
又回到了以前烙军的那个时代，战地那个气息。我们要保有这样的气息，才让我们的国力啊不断的增强。另外，国防部日前也举办“珍爱和平八二三战役六十周年纪念特展”，全展百余件八二三战役的珍贵文物、史料及影像，是观展民众见证奠定中华民国生存发展基础的重要战役。不容青史尽成灰。八二三战役至今已经过了六十个年头，这段光辉历史永远值得我们从敬追怀。同时，全体国人也应谨记“有实力才有安全，备战才能止战”的道理。唯有强固坚实的国防，才能让敌人不敢贸然发动战事；也唯有传承当年保家卫国的优良传统，坚定不移的保国信念。坚实国防战力，才能使中华民国国军成为人民安心、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。